せよ。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좋은아침입니다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来到首尔旅游观光，我是今天的导游，请多关照。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首尔，所以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导游姑娘，我们以前都来过的。啊？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我们是钢刀连的。姑娘，我们是60多年前来的。可是，我看你们的护照还查过电脑，你们一次都没来过啊。那时候还没电脑。可不嘛，那会儿哪有电脑啊？我们不用护照。对，不用护照。你们怎么来的？我们呢，是举着红旗进来的。是，举着红旗来首尔。那会儿啊，还不叫首尔呢。那会儿啊，这儿叫汉城。就是。爷爷，我还是没听明白。你看一部电影就明白了。看电影，我孙子叫刘毅，我孙女王珞丹，我的外甥叫彭顺，是导演，我的孙子叫杨永明，咱们的儿子黄志忠，这是孩子拍了一部电影，对不对，老板？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的战争》，看完了影片就知道了。当年我们是怎么举着红旗进汉城的？我的战争。对，我的战争。